一位凡御令使的复制体，怎么可能？复制完毕，收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嘿，如箭在弦，势如疾风，风起，只此一剑。来，自摸，让我摸个鱼吧，拜托。 收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你病得不轻，嘿，斗志从未熄灭，气冲云霄，自摸，嘿嘿，侦察到敌方目标，再来一下，就让你们看看这葫芦里卖的什么。 如箭在弦，势如疾风。见机就行事，有了。哼，嘿，敌方数据收集完毕，收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开始切入支援。 数据收集完毕，收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我来治治你！嘿，斗志从未熄灭，气冲云霄，风起，玄月，只此一剑，闷声发大财，自摸，嘿嘿，侦察到敌方目标。 再来一下，你病得不轻。嘿，如箭在弦，势如疾风。 收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再来一下，气冲云霄，嘿，见机就行事，有了。
来，自摸。斗志从未熄灭，势如疾风，风起云渊就雾，只此一剑，就让你们看看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侦查到敌方目标，再来一下。你病得不轻，张嘴。如箭在弦，气冲云霄。开始进入支援。啊，你病得不轻，嘿，就让你们看看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这可卖得好。势如疾风，风起云渊，只此一剑，空间站会被他毁掉的。敌方数据收集完，收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再来一下，见机就行事。不慌，自摸，让我摸个鱼吧，拜托。嘿，服了。敌方目标，敌方数据收集完毕，收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我来治治你。嘿，气冲云霄，自摸。各位小心，再来一下。嘿，势如疾风，风起云雾，只此一剑。敌方数据收集完毕，收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啊！张嘴！斗志从未熄灭。时机转瞬即气冲云霄，哼，敌方数据收集完毕，收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你
你病得不轻，嘿，就让你们看看这葫芦里卖的什么呀。侦查到敌方目标，再来一下。如箭在弦，势如疾风，风起寻渊就位，持此一箭。敌方数据收集完毕，收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看你有点虚，张嘴。这可谓是好，开始从无来气冲云霄，再来一下。敌方数据收集完毕，收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就让你们看看这葫芦里卖的什么呀。这可谓的好，我来治治你。嘿，等等牌就碰你。斗志从未熄灭，势如疾风。数据收集完毕，收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如箭在弦，气冲云霄，风起玄月，持此一剑，就让你们看看这葫芦里卖的什么呀。这可谓的好，嘿，侦查到敌方目标，再来一下。是从未熄灭，势如疾风。你欺负我，见机就行事。让我摸个鱼吧，拜托。嘿，服了。哼，敌方数据收集完毕，收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维持自身的存在，彻底湮灭，仿佛从未诞生过。哼，
威胁已排除，不必留在这里了。这算结束了吗？必须得回去找阮梅问个明白。天才们的会议结束了，关于模拟宇宙的未来结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那边。看样子你生气了对吧？对不起，我没什么可辩解的，时至今日我的实验失败了无数次，结局也总在预料之内。我创造了一个复制体，但它和那位令史的距离终究遥不可及。我该怎么向你解释呢？我不擅长与人交流，受困于时间和场地，他的生命编组只能算半成品。我浮现出他淡愈的瞬间，但很快他就会化作粒子消散。和所有的生命形式一样，在走向终点的过程中逐渐迎来结局，我并不排斥这点，但短暂的一生也应有意义。我想知道他能做到些什么，这代表了我在未理解的领域中走出了多远。微不足道的一步，和预想中一样的答案。我说过，如果你遇见难以逾越的危险，我会出手将其击落。事实上，我并不喜欢一切总如我规划的那样进行，没有变数的实验是乏味的。也因此，我很高兴，在这个几乎都是如期到来的故事中，还是有着意外之喜。我必须承认，在过程中诞生的这些小家伙，他们有时令人动容。在他们身上，我看到一种类人反应，是与神性截然相反的概念。他们具有感情，感情的表征可能是积极，也可能是消极，但其中植根心底的爱是永恒不变的东西。他们离天才尚有距离，因而无法分辨这种爱是友情、爱情还是亲情。可天才就能将其分辨吗？至少我做不到，我不理解爱为何物，也无从回应他们的感情。在你眼里，我做错了吗？不用将答案告诉我，我只是有感而发。该如何照顾他们？留在空间站或许是最好的选择。我这样很不负责吧？抱歉，对于自己的造物，我常常不知如何面对。返土真迹的药效也将过去，日后若有人提起我，你随意便是，或者说不曾相识也好，反正我们之间的记忆
很快也会如烟雾一样消散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因一些不愿提起的往事，我很难信任自己之外的人。如果不希望秘密泄露，最彻底的方法就是将其销毁。凡土真迹的伪掉会让你忘记我们共同经历的这一小，它不会立即生效，而是一个缓慢朦胧的过程，就像荷叶、梅花、糯米还有糖霜的清香。你或许会想起有人在空间站做了任性的实验，但不会再记得是谁。也许有一天我们又重新相遇，但你不会再把我与这件事联系在一起。这样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牵绊就会被抹去，友情、秘密、纠葛、欺骗都会一同烟消云散。这样会让我们更加轻松。我相信罗斯姑母还会继续留在空间站一段时间，她和黑塔还有问题没有解决。我很快就要走了，但不会特意跟大家道别。还记得我提过的无人之地吗？等研究告一段落，在间歇偶尔我会想念于青图，每逢告别他总会给我调制一些好喝的饮品，希望不要遇到波尔卡卡卡木，不然可能会很麻烦。不知道下一次天才聚会是什么时候，你还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我难以回答。感谢你，我的助手小姐。如果有机会，如果你愿意，等再次相识后，我们可以一同去无人之地，航行于平静的冰川上。但那样的话，他对我们二人就都不是无人之地了，真是一道难题啊。
Thank you.